据台湾媒体报道，男团 TFBOYS 由王俊凯、王源、易烊千玺组成，三人从2013年出道至今一直维持高人气。出道至今近4年，但随着三人逐渐接近成年，个人活动也慢慢变多，以至于2017年年初至今鲜少合体，一度传出成员间不和的谣言。如今三人在迎来出道4年的前夕终于合体，让粉丝终于放心了。TFBOYS 今年三人都各自在个人综艺上打拼，王俊凯有高能少年团，王源成为王牌对王牌的主持人，易烊千玺则加入放开我 baby， 与林更新与小童一起照顾小孩。除了节目之外，三人也各有活动行程，特别是王俊凯为了准备大学高考还闭关了一段时间，就连央视在青年节举办的五四晚会也仅由王源及易烊千玺代表出席，三人在公开场合合体的画面少之又少。终于在7月初 TFBOYS 重新聚在一起了，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出道4周年演唱会，三人认真投入练习，也为由他们主演即将播出的偶像剧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准备新歌，加油 Amigo。 另外还将一起出演综艺节目《快乐大本营》，三人同框的画面势必会让粉丝既期待又激动。